那我等下照片拍几张吧。你撕一张出来给我吧。油壶放下面，给它控制哪一个那个开关那个气节就行了。对啊，大家搭个样子看，搭个盆灌起来了。怎么了？你哪灌的？你看哪个一直拍一下？哪个位置要给他释放？然后后面铝活的，在后面，开铝活，要在这里让铝活进去，这里，这里是吧？那阿肯大。